财经消息来关心，外媒报道，人民币今年上半年重贬，导致大陆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营收减损。学者也分析，中国国内取得资金成本比较高，这是大陆企业持有大量海外债券的因素之一。而且近年来大规模的海外投资，更是加剧了这个现象。华盛顿邮报报道，大陆东方航空受到人民币贬值影响，上半年度营收剧烈下挫 98.1%， 每股营收仅 0.009 人民币，而包括国企宝钢、网络公司腾讯、地产公司瑞安房也都因为汇率因素拉高海外借款支付利息成本。学者认为，一方面也与陆企近年大规模海外投资筹措资金有关系。人民币一旦就大幅度贬值的时候，他的对外投资呢就变成不值钱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他们造成他们投资上的损失。这中小企业借不到钱，可是大陆的国有企业、大企业是不差钱，问题只是利率，外面的利率比较低，然后那个大陆里面是比较高的。野村证券统计显示，2013年陆企未偿付海外债券约1692亿美元，比2011年增加了一倍以上。其中包括金融业、银行体系、房地产开发商和能源相关企业负债最多。像宝钢啊，像中石油、东海油，像有投资巴西的这个石油公司，资源的确保是非常重要，也就是你需要掌握能源。还有像铁啊、煤啊这些的所谓的原物料，就是要掌握这一些，让中国大陆在，所以后来中国大陆在能源的这一块里面说全球抢油嘛。陆企向海外投资抢食全球资源与土地，但一旦人民币汇率波动过大，反而牵动海外资金利息成本。中国近期经济不稳定因素是否将进一步拖累陆企，有待观察。新台电视林家伟、沈维彤，台湾台北报道。